肯定比原来好。你吃那个老了，真的光滑。刚才我给他们的那相片，你看，你没看哦？你看他们那个光光滑滑的，那个斑都没了。因为他有那个激活素啊，我不是讲了吗？他帮你吸了你那些的，他又他一吸一吐，一吸一吐也会有。那他们有什么副作用吗？没有副作用的。副作用的你放心，这个有副作用我绝对不敢做的。这种是天然的疗法。真的呀、啊？这种是这没有副作用。这是说心里面有个阴影，有点怕怕。不聊钱。我没有这个药就没有没事啊，就说那个药。药没有，药也没有，药也是他提取的，不是，他是吐出来，吐出来的，经过那种来加工的，国家有那个嘞，没有的他怎么可以呢？药合格认证的那种的，合格认证了以后，就像我们的药也通过了一层一层的，我们才可以用到人的身体上的。对，他这一个他都研究了几好几好几千年来的了，你看过电视吗？很老很老的时候都有这个了。食神就香港的有一个小肥猪啊，我就叫他肥猪了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反正他经常演那电视的，他演那个食神里面，他不也是肥肥那个？哦，肥肥那个啊，那电视不知道你看没有？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反正我就知道他演的最肥的那个。